怒如狂，化作冥王，极度慈航，前追来亦星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大圣模型最新发售的鬼神童子 Zenki， 世上最强大的鬼神前鬼，实物简单分享展示，有请咱们的 EG 白色恶魔出场。前鬼全高约22cm， 整体身体比例感觉挺还原的，特别在头雕方面能做到这种效果还是蛮赞的。而在涂装方面，白色的布置部分有做出了特殊处理，头部两边头发为软胶，平转幅度良好，低头与抬头效果良好，长辫子独立可动，因肩甲太大可动范围有限，所以令到整臂平台未能达到90度，但调整后勉强还能用。手臂带引出关节，大风车没任何问题，手臂正常平转，手肘弯曲超90多一点，手掌为软胶造型手，并带有摆动，整腰可大风车式平转，侧弯幅度优秀，配合胯部一起弯腰幅度同样优秀，腰带为软胶，大腿前踢超90度，后踢同样超90度，侧踢则约为90度，膝盖弯曲约为90度，脚板平转可动，脚尖可独立抬起。在武器配件方面，通用加腰地台一个，寄生果一颗，另外附送的面雕三个，需要把头部零件都拆除后才能进行替换。多对的造型手，金刚脚两条，可直接安装在指定手型上，也可以安装在手肘上，动态替换辫子一条，最后就是金刚斧一把。在为数不多的鬼神童子模型里，这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能爆甲的小尼和小前鬼什么时候来？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款新品再见。